我咧想讲哦，甲龙河因两个去冤，冤到看会烫衫烫裤袂？哼，结果煞冤无起来。杀因老爸，这个逍遥公主林飘扬，敢那迄支嘴哦，煞落去到底哦，比多多宝剑较耐。迄、那个口水人哦，实在是有够厉害啦！口水好好变的，哼，接下来啊，接下来啊。免哼啦，看人唔免大细望啦。我跟你讲啦，你的身材绝对跟迄个爱奴袂比劲啦。怎样讲呢？那爱奴吼，人水、体格水、零件水、额头个水，你根本都无当甲伊比啊。怎样讲？我无法度当伊比呢，因为伊有糖，你无糖，所以我看袂着你吼。若要甲伊比，就招伊吼。我要去母猪斗剑台，两个吼拢烫哦光光，出一幕比赛。啊，我带下队哦做评审，啊你哦，就会知讲你的身材会变较好袂？好哩。吓查某，我叫扒着我就水气落了了，哎呦喂呀，哎呦，头壳戆耍耍，哎呦喂呀！我是拄着好霸母，好这次哦，吃火烧饼，哎呦喂，有够帅啊！水蜜桃人臭糟糕臭嘴皮酒欠人电金光万道水气千条寺庙九天阎修告位看来忘れもしない誰の数字書き花舞台行く先の影は見えない男と女やつりつられ細い絆幕はまたない恋はいつでも初舞台
拜见妙叔啊，明仪，你已经失态了，唔通留恋，一路精进，千万唔通袂记你身份，你并非是凡夫俗女，你有神圣的任务。需要你专心去完成，小心行事。是，快去，遵命啊。三春，虽然你已经死，但是我九天阎浩也未念你的子儿白玉堂的好鬼。水气哦，你那那个根本无个，靠背，你妈还光靠背，还是耍多安尼哦？你小可还袂输怪老主嘞，怪老主个无个，耍来气哦，我个无品，安尼只靠背是要安那讲，啊真艰苦讲个呢，走去长期病院急救，呵呵，你哪嘞？有咩老火老过头？这个逍遥公主林飘扬。恰恰恰恰恰哄我别杀你老爸呢，来呀啰来呀啰，拜见师父。哼，我老公啊，安尼这么闲喏，呵呵呵，师父你靠边哦，真特殊呢，靠边什么的靠边真特殊呢，啊我说不知哦，水气上八折那尿尿，无牙啊点无皮。所以哦，我现在唔知道安尼，师傅啊，我跟你讲啦，好康诶啦，好康诶啦，什么好康诶啦？我跟你报告，好街头吼，迄、那个寿平安火车电子琴，吼三十几台咧对台，啊三十几台吼拢咧跳索罗呢，啊三十几台拢咧跳什么呢？是啊是啊，吼、哦，一台拢几十个，啊，只跳咖呢哦，腾腾腾，唔呀么，吼、哦，拢只老呢，唔是安尼尔呢，师傅啊，吼、哦，迄歌戏哦，改变了个地哦，迄连歌戏嘛咧腾呢，唔呀么呀，那歌戏安尼腾，歌戏哦，迄拢在边的，迄个唔是外调的呢，啥是在边的跟外调，我也听无，外调的迄都专门咧拖的，迄也无一样。爱在边的哦，就是讲哦，本身有咧搬歌戏哦，啊，佫兼团的。我听你的上单，迄是咩啦分辨？迄真简单啊，迄歌戏哦，那是伊的面哦，拢总有用夜光粉，甲过去，所以哦，乌人顶若笑了哦，拢会荧光啊。荧光应该是夜光才对啦，好是啦是啦，迄夜光粉啦，迄夜光啦。哦，迄穿古装的脱衣舞，我特殊你敢知？所以你是安怎？迄你白说唔知闹水闹水，听你咧讲话咧贵哦。顺看的功能，赶紧嘞，赶紧看嘛吼！你耳朵巴上啊，我赶紧入来看。免看啦，免看啦，是哪免看啦？哎，观众五六百，看当咧爽的时阵，忽然间。一个查某行过，
山龙嘞，山龙嘞，迄查某甲咱行过尔，迄五百几个观众拢总无爱看脱离舞，拢看这个查某，吼、哦，大家吼、哦，看伊行一步，就跌一步，吼、哦，对镜头滴溜滴，跌去到山寮，都袂输吼，庙会进香嘞。我听你咧上单，啊，叫你安尼讲，这个查某唔水甲惊死人，吼、哦，迄小够水诶，你有咁么形容小强啊？小强是真水啦，但是即马吼。呵，女会有较多啊！嘿，卖一直捧这萧强的场啦。嗯，啊，那我们对伊是安那水法？水法我嘛袂晓形容啦。反正哦，你也想讲这无汤的变过汤的，吼、哦，看伊安尼哦，去偌水啦。你若讲安尼，我想要相信啦。啊，这个查某是有名利啊无啊？啊，那这么水？啊，听伊讲哦，伊都是迄个急性别无下的未婚妻。嗯。师傅，你是安怎？你哪呢？惊一个破蛋，什么牛兼什么帅啊？啊，你哪遐尼惊急性？你哪呢？你叫我袂记晓啦？顶届啊，咱要解决病药堂，他病药堂叫因某西门玉拄者吊伤的时阵，要甲收钱蛋杀，都是遐个急性病母下啊，来解救病药堂，甲咱拍到头死目尽遐个啦。哦，遐个假，是啦。顶工哦，佮解决到迄金甲剑神敖阳雕。顺耍到那个花乌条花香，连战五百回合不分上下，耍落去那个打败欧阳顺，甲打败黑妖狐地外关键球，来拄到这个急性，一个手都叫好射了。我安尼讲急性足厉害哦，我唔知，起码啦吼，开放这牌吼，可能到这个急性甲变药堂的功夫上厉害啦，所以看心。米粉车，我变得不敢沾。师傅，你先拿吹气来落了了。你哪呢？红腮啦，和什么人腮？我同你破马逍遥公主林飘扬啊！你可能是要讲米高香，唔只会去红腮。好啦好啦，你的口鼻无啥稳定啦。你讲伊就是这个叫做急性的米粉车，你敢会知伊什么名？哦，师傅、啊。伊一个外号叫做一品美人沈蜜君呢，一品美人沈蜜君，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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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啊、好，咱个大开眼界，咱咪甲美国想，咱在边啊偷看就好，好啊好啊好啊，师傅啊，啊你带我行带我行，来看来看。假死的，因头前这个就是沈家庄庄主的女儿，一品美人沈蜜君，急性别无害未婚妻，我准备该抓住，威胁对急性别无害，来帮助王家千秋就是了。
稍等嘞。嗯，你是什么人呢？你就是名满江南的一品美人沈碧君呢。你的老爸就是沈家庄的庄主天都沈剑秋。人呀，安尼无定打，将你拉起来。哎呀！啊！走了你去呀！我握着花枪的手下，那武器玉足，一品美人。平民行列军必命无雄，突然间由于身上射出了一道的白光，背带，不是背带啦，白光，原来沈碧君就是发白光的人，安尼王家之剑都想夺走的，来了。摔掉啊！嗯，是将多人摔掉什么？花仙贝，我你讲，那个沈家庄庄主的查某囝，一品美人沈碧君，吼，都是白宫的主人。嗯，怎样讲呢？拄只那个黑木鸡哦，你的手下要甲捏起来，准备要威胁到这个叶姓平母下来效忠王家。结果出一道白光，那武器当场刷起来。哦，终于有了明确的线索了。我到沈家庄找庄主天都沈剑秋，叫伊给我一个交代。要关心了，清雄恶俗化，我虽未来不如他，有条一日送来打，只见清雄不见化。沈家庄的庄主天都沈剑秋，报花蝴蝶花枪求见，花蝴蝶花枪襄阳王手下一名的大将，来啊，想请你来。我蝶玉家降临，
万事万应，失敬只有多多，唔免客套。嗯，看你来意不鲜啦、啊，心点秋，将你的如里一品美人心蜜官给我交出来。嗯，为怎样你给我交出掉我的如里心蜜官呢？你的如里就是夺走王家之剑的人。莫名其妙，我的女儿夺王家之剑，哪有可能啊？为怎样无可能呢？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也未晓武功，而且更加无可能管着武林的俗事啊！伊只不过是一个大家闺秀，风不入，火不出。你安怎会当指鹿为马？虽然伊夺王家之剑呢，满者满不识，识者不可满。正讲我手下血武器，就是死在个手头，而且伊用着迄把绝招，就是一道白光。然而，这道白光都是夺走王家极欲夺回王家之剑。你的意思就是讲，我的女儿就是用白光杀人嘛？人呀，这无可能的代志。我百分百肯定，我的女儿是文身的，绝对未晓武功。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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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酒者吃罚酒，一次。怒气冲冲，王杀贼心剑手咯。心剑手的性命，打进死亡的界线，我得破枪的死阵绝招咯。心剑手死在我手头，全宗所识若吹无，其他的人拢总该结果单杀。他需要尊重的人，两人找不到一片美人呢。罢了，明人四处，对扎对一片美人，心灭军就是啊。哎呀，救人啊！卖走卖走卖走，对啊，一片美人被对花乌蝶破枪下了必杀令，现在被着各方的排毒的追杀。王明，你要解决对一品美人对砸王家之剑啊？对呀、啊！一品美人，赶紧将着王家之剑交出，了你一条性命。否则，你难逃点刑啊！我哪有可能夺王者之剑？我剑不能挑，手不能提，
你唔当指鹿为马。哈哈哈哈哈哈！官家马不识，识家不灵马。王家之剑交出来，你该死啦！哎呀！